种的啥？啥嘛？那在我们这里没见过吗？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幼托？这是芋头吗？哦，那长得像荷花一样。你看，那都长幼托了。这个是上次买回来没吃完，然后它发芽了，它生了四个，我们就拿过来这里一埋，它就长了。哦，那个长得挺好的。哦，你要种菜的话，我把这翻一下。好。咋样？你说这个体验感秀了，不是我。你又多大的劲把这个还弄坏了？挖这么一点土，还用这个两个？那个我跟你说木工手的。老公，嗯，要不我来弄一下吧？是你没劲，你翻不动。这个木头不行，木头裂了。没有木头了吗？那行了呗，T 恤一买吧。过两天不是要妈妈回去吗？那个提前买，买次的贵的，买早的便宜。哦，那行，那你现在看嘛。啊。玛丽。啊。你去买你和妈妈的护照拿过来。还有两个孩子的，把妈妈的给你一拿就行了。我和孩子就不错了。我想到过年我还要回去呢，这一次我回去，爸爸请假要休几天，再等到十二月份我又回去了，还要给娃请假，算了，我不去了。那也行，那就得你们苗族过年的时候，然后给两个小孩请个假，然后和你一块回家。哦，行。那你把妈妈的拿一下，我给我和妈妈一买。哦。买好了，买到十五号的。买好了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然后你给妈说一下，把东西准备一下，想要往回拿的提前准备。娘，嗯，搿我都有到别的号要问题搞急嘞，谁跟人家就弄不了这刚办了。嗯。你再问一下 K 和娃梦，他有没有啥想吃的，有想要的话，这次回去给捎上。哦。啊、哦。K。啊。哎，搿我一天两个月多弄问题搞急，弄不了搿到夜的，我弄成嘞。三天阿姐，三月阿姐，搞医院锻炼了。好啊。三天阿姐不来了。咱不知道要啥。搞医院锻炼。以后你来了可以啊，不要喊了。那行，那你给说一下，过去给他带点猕猴桃吧。这两天刚有猕猴桃嘛。哦。嗯。那也搞医院阿姐姐，躺到万木到边，木匠几人装，我到那上啊。以后。嗯。你来了，这可以。啊，给你做，给你们做好吃的、哦。啊、哦，可以，回去给你们下挂面。山底还有大姐出卖胶了，就是我们三姐妹那个地那个胶。哦。说有牙大得很，刚停上那都是水。哦。哎妈，我看那边抹哈的下雨挺大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过去了。啊、哦，我反正看抹哈那边现在下大雨。你等嘛，那去让我哥抹个糖了嘛。小蜜桃。小蜜桃，过去说这猴儿，你过去再给我点。他现在还咬不动。他这也长。哦，他这个。哎呀，你不小着了，这谁现在也不小还不长。为什么这么大的这个这么大，这往上八厘子，一千七块钱。啊，你看看，就长大着我也吃。可以，好，大家都吃啊。这个苦瓜，人家你要吃也可以摘嘛，都吃不完都老了。那时候是苦瓜老人哈。这苦瓜也不苦、啊，吃的好吃的嘞。哟，啊，你尝尝。哎，我没有错过。哎，一天想不想爸爸妈妈哈、啊？几天不见爸爸妈妈了？爷。嗯。看狗在的啊，给我气死了，还去摸了，热气的我。